放心。我现在就进不了。酝酿一下。一人一个大巴掌。先打一架。反正戏要再足一点了，唱的时候是试一下喽。OK。最后这个走会不会有一点太仓促了点？是那味儿吗？这边好多了，就是结尾那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尬呀？交错走。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尬。那不交错走的话是最后干嘛？感觉得干点啥。比如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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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两个人好像要握手要握住，但是一纯你可以把它轻轻推开，然后你就想得美。没有开玩笑，就是我这样就是，然后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在唱最后那个副歌的你先伸手，就是有一种邀请的意思，然后一纯有一点点想放上去。哎，演示一下，你演示一下。就是你快要摸上去的时候，变成推开。然后你就转身伤心的走。然后他就看着你走，然后再低头。这样可能比那个要强一点。我跳戏就很好笑。没事，进入那个状态里就好了。我有一个更好的点。你打他一巴掌。不是打他一巴掌，不是。就是说，你伸是手啊，因为你很高嘛，你就放在我的脸旁边，你想要碰我，然后，我就推开，然后我再走，我觉得是可以。就我觉得你走掉更好，这个打太刻意了。不是，我没有说要打，我只是说可能把你的手放下来，然后我再走，还是说我就直接走。像我帮你演一次，你看哪个好？来，你伸手。你看一下，来。老师迫不及待，来。一个是这样的，你手是这种感觉，要摸过去的感觉。对，这样慢慢伸过来，然后你是慢慢的把它放下，就是这种慢慢的这种感觉。然后第二种是你再伸。伸到这儿的时候，你可能看他直接就不管，就直接转身。这两个都是可以的。对，试一下嘛，来。怎么摸脸是这样摸的吗？烂妹儿，你那个伸手太尴尬了。哎，你给他示范一下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。就是你唱完之后的时候，你应该是看着他唱，然后再把这手慢慢的就去再把手伸上他。对，你刚才是看着地，然后突然伸个手去找。OK， 哦，最后。对。哎，不，你这眼神还不对啊，你要一直看着他。确实 the best， darling， you'll be the best， you'll be the best。抱歉。OK， 我懂。对，对我。我也看看，我笑懒了，我的天。油腻，太油腻了。你要是现实真的有一个男生这样子，我是我，算了。